第16题，请问三角形的颜色是？那我们在前面看到这个三角形的颜色就是它酸碱中和完呢所呈现的颜色，而在酸碱中和之前呢，我们滴入了酚酞，然后呢在指示剂呢呈现的是粉红色，也是碱中颜色，酸碱中和完之后就会偏向酸性这边，那我们的酚酞呢在酸中是无色，那么在碱中呢是红色粉红色，所以呢酸碱中和完之后它应该会变成透明无色，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请问三角形的颜色是？我们答案选的是猪，透明无色。